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98面啊，498面。念老引用啊，《安乐集》一净土论说出三种与菩提门呢相违背的，我们应该要远离。这三种就在498面倒数第三行啊，第一句：我心贪着自身啊，这是第一句。这一句里面的问题就是严重的执着，放不下啊，这是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第一个障碍。身体不能不要，但是不能过分的去爱惜啊，过分的就是贪着啊，着是着相啊，贪着这个身体，当然一切都要为身体服务啊，饮食起居要让这个身体舒适啊，要让这个身体啊安乐，那肯定有妨害道业啊。世尊当年在世，为我们所示这个示现的啊，他不是不爱惜身体啊，身体要为学习受苦，要为教化众生受苦啊。佛灭度之后啊，教导后世的弟子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，不能持戒，不能受苦，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。这样的心态是错误的，这种心态呀，就是佛法讲的轮回心。轮回心所造作的一切叫做轮回业啊，你学佛行善，这是轮回的善业，果报呢在人天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不能往生净土，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。那么身体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保养呢？不是的，那个想法就又错了啊。如理如法的去保养，大臣知道啊，万法唯心呐！一切法唯心所现啊，身体是心现的，是变的，
啊，那保养之道，也就是今天讲养生之道。养生的心会养心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身随着你的心念在转变，啊，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，啊，心理健康，身体也能不健康吗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啊，心不健康，想身体健康非常困难。这个道理，学大乘人的懂啊！啊，心健康是什么？心清净，心里头没有烦恼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忧虑，没有恐怖。啊，心地清净，心地平等，觉而不迷。这个心是最健康的啊，健康的心就带动健康的身体啊。纵然这个身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的基础是心念，所以心念好，这物质的身体纵然染上病毒，它能够自然的恢复正常。正常就是健康，所以佛法中叫修心呢。啊，断恶修善，啊，所有一切不好的病毒，你就不会感染。啊，改邪归正，纵然有病毒啊，它会恢复正常。改邪归正的，啊，端正心念，最好的心态，身心健康啊！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贪着自身呢是错误的，啊，怎么样保养都不行。啊，身心是病态。那第二呢，无安众生心。啊，这个意念也不好。啊，社会众生一定要安稳。要和谐啊！社会发生冲突了，人居住在这个社会里头，没有安全感了，这是社会病了。众生有忧虑，有烦恼，有恐惧，有不安，众生病了。啊，我没有病。啊，修学大乘的人没病，那社会病了，众生病了，要不要去管呢？啊，要不要去帮助他们恢复安全呢？应该的，为什么呢？慈悲心嘛，众生跟我们是一体嘛。啊，如果我们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，不顾社会，这个人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慈悲心。啊，所以这一条是慈悲心。遇到别人有苦有难，
一定要伸出援手帮助他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，啊，每一天讲经教学，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啊，10年前。我住在澳洲，啊，遇到美国911的事件，啊，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校长来找我，啊，派了2个教授到山上啊来邀请我。去访问他们的学校，啊，跟他们的学校和平学院的教授，啊，举行一次座谈会，啊，座谈会主要就是邀请我，啊，来研究讨论，怎样化解社会冲突。啊，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安定和平，这是大事，这不是小事。啊，所以我就去了。啊，首先听他们50分钟的报告，才知道。全世界有8所大学，不多，只有8个学校，有和平学院。啊，这个学院有学位，啊，有博士班，有硕士班。这些学生毕业之后，多半都是在联合国服务。啊，调停国际上的纠纷。啊，以往他们对付这个冲突的方式啊，完全用西方人的思维，就是镇压、报复。啊，911的事件变成了一种恐怖战争。所以他们就认真来应对这个问题，啊，用报复，啊，用镇压不行，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希望呢，另外去寻找和平的办法，啊，校长他们知道，我早年在新加坡团结新加坡。9个宗教做得很成功，啊，有这么一点经验，他要我来给他们分享。啊，我把我们的经验向他们提出报告，啊，他们听到很欢喜，从来没有想到过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啊解决这些问题。啊，这一次会谈大家很欢喜，啊，10多个教授，啊，到2个星期他又找我，我们做2次聚会，学校已经准备好了，聘书准备好了，啊，邀请我担任他们学校教授，啊，这一次座谈完了之后。我对于他们赠送学位聘请教授我没什么兴趣。啊，我说如果有缘大家欢喜啊，常常举行这种座谈呢，啊，我说我很欢喜。
啊，敬我一点名薄，啊，讲中苦，古圣先贤，啊，缔造的社会长治久安的理念，啊，方法经验，我懂得一点呢，我可以向诸位来做报告。啊，那么在校长办公室里面，还有另外一个格里菲斯大学的校长。啊，两个校长告诉我，你一定要结束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这种理念呢，这个报告我们听得很欢喜，认为确实可以帮助联合国，啊，来化解这个社会冲突问题，啊，希望我代表学校，代表澳洲啊，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，啊，这么个原因。联合国邀请的是专家学者，不邀请宗教人士，啊，但是这里面有宗教人士，少数，这些宗教人士都有博士学位。都是大学教授，啊，这样的原因我才接受了，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暗众生心呐，不能看到众生不安呢，我们就置之不问了，啊，这在佛法上没有慈悲心的，啊，所以我就接受了，啊，这十年当中。参加了十几次这些会议，啊，我们知道冲突的根源，我们知道化解冲突的方法，啊，提供给他，啊，多次。在联合国做主题报告，啊，2006年还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了一个大规模的活动，啊，这个活动我们将汤池做的实验，在联合国。做8小时的详细报告，啊，那么这个活动也是联合国会友们促成的，啊，我们多次报告宣讲，大家听得很欢喜，没信心，啊，会后告诉我，他说法师你讲得很好。我们听得很欢喜，这是理想，这个做不到啊！啊，我是因为这样一句话，所以想到一定做实验。啊，在许多地方，想找一个实验点，语言都不成熟。啊，2005年，回到老家去看看。70年没回去了，啊，跟这个乡亲父老们谈谈我这些年在海外，啊，这些活动，他们听了很欢喜，哎，在家乡做，家乡人支持，啊，当地的领导。就介绍汤池这个小镇，我们去看了，看了很满意，啊，就在汤池小镇做实验，啊，很快这个实验做成功了，祖宗保佑啊！
啊，三宝的加持啊，很快这个事情成功，那么他想到联合国报告。啊，没想到2个月之后，联合国来写信来邀请我，啊，要我去参跟他们合办主办一个活动，啊，就这么巧的事情，啊，所以把这个成果具体的做了说明，啊。中国古圣先贤的这些方法现在还是有，非常好用啊，人性本善，人是教得好的啊，我们在实验当中证明了啊，这些与会的会友们听到非常高兴，192个国家的代表、使节都希望到汤池去考察、去参观。啊，这个会办得非常成功啊！啊，这些都是说，都是。难众生心啊，特别是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乱世啊，整个地球混乱啊，社会动乱，地球也有灾难啊。现在我们明白了。以前佛在经上讲的，我们半信半疑，啊，就是佛讲啊，境随心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半信半疑啊。啊，一直到近代，物理学家。啊，他们的研究报告我们看到了，跟佛法上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我们才完全肯定了大乘的真实智慧。啊，无量寿讲这个经讲的三种真实，真实之际，真实智慧，真实之力，这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也就证确实证明了人的思想。影响个人身心健康啊，这是对自己，对外面环境呢，影响社会的安宁，影响地球上的灾变啊，人心好，地球上所有的所谓的是自然灾害都可以化解啊，我们读《无量寿经》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讲到那里有灾难，没有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没有灾难，啊，什么旱灾啊、水灾啊、风灾啊、啊地震呢、啊，没有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呢？它没有因嘛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啊。为什么会有水灾？水灾是人心贪婪所感得的。啊，人没有贪心，就不会有水灾。
啊，我们身体里面不会有水大这一类的病。啊，这寒病啊。啊，如果没有晨会，就没有火灾，啊，地球上不会有火山爆发，地球上不会有温度上升，啊，火灾呀，啊，得病上它是热病，啊，这病有寒热不一样啊。啊，没有浴池，就没有风灾，没有傲慢，就没有地震，没有怀疑，就没有啊，这个山河大地的崩塌。啊，大地陷下去了，山倒下来了，什么原因呢？怀疑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把贪嗔痴慢疑断掉，你的身体健康跟佛菩萨没两样，你居住的环境什么灾难都没有。这个道理只有佛经上讲啊，其他的科学没讲到啊。啊，我们的念头行为确实能造成这样的灾害吗？共业就造成了自然灾害，别业就是个人身体的这个病患啊，身心不健康，种种病患。啊，我们现在得到科学家的报告，印证了，确确实实，啊，佛讲的没错啊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，怎样应对啊？他们所说的2012年玛雅灾难的预言。美国的科学家就提出建议，只要全世界的人心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信念，这个灾难可以化解。不但能化解，会把地球带到最好的走向。他这个话跟佛法讲的一样啊，他没有学过佛，他没有读过经呢，啊，从科学实验报告里面，人的意念可以改变物质现象。啊，所以佛教导我们两句话，这两句在佛家是口头禅，不知道它的意义那么深那么广，它是真的不是假的。那两句话学分大家都知道，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你看贪嗔痴慢疑熄灭了，问题都解决了。那怎么个人问题解决了？啊，社会问题解决了，这地球灾难的世界问题也解决了，真妙啊！
所以第二句，因为你要是没有安众生心呢，你的慈悲生不出来。啊，菩提心第三个是慈悲。啊，那这第三个呢，恭敬供养自心身，这个也是属于贪。贪图什么呢？贪图供养，贪图别人恭敬。啊，贪图恭敬的里有傲慢在里头，贪图供养里头有贪爱在里头，有贪嗔痴，具足贪嗔痴。啊，所以这个是障碍菩提心。障碍菩提心里面的身心，啊，无安众生心是障碍菩提心里面的大悲心，这慈悲心。啊，我心贪着自身呢，贪着自身呢，这是障碍真诚心。啊，菩提心发不出来。啊，这三种转过来了，菩提心就能生出来了。这下面这一段，安乐集序云：啊，菩萨远离如是三种菩提门相违法，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。啊，远离。我们把这三种心态放下，啊，说即得，你马上就得到三种啊，随顺菩提门法，啊，你就得到三种随顺了，啊，何等为三？哪三种呢？啊，下面跟我们说出来了，业者，你看无染清净心，这是菩提心的根呐、啊，菩提心的根本呐、啊，就是真诚心。啊，不为自身求诸乐故。还原观上的四德，第四句是待众生苦啊，啊，众生有苦啊，我们要能够带他受啊，要能够承担啊，啊，不可以置之不顾啊。啊，不为自身求诸乐，这才能够带众生苦。如果念念不忘啊，为自身安乐，这一条就做不到了。啊，菩提是无染清净处。啊，若为自身求乐呢，即为菩提门。这前面讲的三种为菩提门呢、啊，就违背了。是故无染清净心啊，是顺菩提门。啊，这个我们要修啊。特别重视无染，因为清净心阿罗汉有，阿罗汉没有发菩提心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
阿罗汉的清净心里头还有染。啊，什么是然呢？阿罗汉帮助众生，啊，教化众生，众生要不接受，阿罗汉就退心了。众生太难度了，算了，别度他吧，退心，这就是然。啊，他这个然呢，跟我们的然不一样，我们然是严重的然，哎。他就是这种一点点，啊，但是他菩提心就失掉了，啊，不容易啊。二点呢，安清净心，为拔一切众生苦果啊。啊，一定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菩提安闻一切众生清净处，这是菩提。啊，时时刻刻念住，排解一切众生的艰难困苦。啊，我们的尽心尽力了。啊，现在做好事难，不是菩萨不容易做啊。菩萨有耐心，菩萨不怕苦，不怕障缘啊，因为现在的众生。没有受到圣贤的教育，许许多多的观念都偏颇了。啊，他有困难，你去帮助他，他怀疑你。啊，我跟你无缘无故，你为什么帮助我？你有什么企图？你有什么目的？他这样想法，啊，不但不感恩你，他把你当个坏人，啊，认为你有企图，你有目的，啊，你要占他便宜，你看看有什么办法？所以现在这佛法讲。度众生困难了，太难了啊！你要用什么方法证明你没有企图？那没有目的，只是同情你，他不相信你啊！世界上哪有这种人呢？啊，他认为的时候，你有企图、有目的、占便宜，这是正常的。你说你没有目的、没有企图，他认为你不正常。啊，他怕你，这真难。啊，所以佛家讲啊，佛度有缘人呐。什么叫有缘？你帮助他。他接受，他感恩，啊，他顺从，他得利益了，啊，这样的人不多，啊，所以听经。学佛啊，听到能生欢喜心。依照佛法来讲，都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
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。如果过去生中没有学过，这一生就非常非常困难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他所看到的眼前的利益，啊，你跟他讲佛菩萨，他不相信。啊，你跟他讲来生的利益，他说你那是假，那是宗教，那是迷信。啊，立刻就把你否定掉。大乘里面说净土法门难信之法，现在我看84000法门每一门都是难信之法，那净土是难中之难啊！啊，几个人相信啊？这听到真能相信，真能接受，也能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这不就是《无量寿经》《弥陀经》上所讲的“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”？这多善根福德是你过去生中多事修行的结果啊！不是一生一世两世啊！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。啊，一世两世没有这么大的善根福德。啊，我们今天能信，能信，有决心要求生净土。啊，那就像《金刚经》说的，无量界中啊，修集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当中成就了。啊，在这一生当中成佛了。啊，所以遇到众生啊，菩提安闻一切众生清净处。若不作心，拔一切众生立生死苦，即便为菩提，那就是前面所说的。啊，看到众生苦，众生在六道轮回，他就苦啊。要帮助他，帮助他人脱离生死，脱离轮回。念念不忘这个心，啊，在行为上呢，那要看众生的缘分，他能不能接受。能接受的一定帮他，啊，不能接受这个法门，啊，看看他喜欢什么，啊，喜欢什么可以给他讲什么，他很喜欢做人，希求人间的富贵，富贵。你就跟他讲这些道理，他欢喜啊！啊，他能接受啊！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呢，有智慧，有善巧方便。啊，有84000法门呢。哪一个法门合适就用哪个法门。啊，首先要让大众对佛法认识。啊，不认识不行，一定要认识。啊，佛是什么，法是什么。啊，佛教内容是什么，
学佛有什么好处？就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哎，他懂得了，他才欢喜，哎，接触。啊，我们学佛做佛的弟子，不但要明白，要把它落实在生活，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，啊，做出来给他看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做出来了，啊，大家看到就不会怀疑。真的，我们放得下。啊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，确实能放下。啊，让人家呢在旁边细心观察，哎，确实有一点啊，无染清净心。啊，不贪名，不贪利。啊，对人真诚，别人对我虚妄，我对他真诚。甚至别人诽谤我、侮辱我、陷害我，我还是对他真诚恭敬。你要问为什么？因为我要到极乐世界去。我想学佛，啊，佛是我的榜样，是我的典型。啊，我要不是这么学，那我还要搞六道轮回。我不想搞六道轮回了，哎，不想搞六道轮回，用轮回心无所谓。现在我要想求生极乐世界，我不能用轮回心，我要用菩提心。啊，菩提心是真心，轮回心是妄心。啊，他要把这个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他就不怀疑了。啊，他跟你往来，他就放心了，知道你不会骗他，你不会害他。啊，现在这个世界，中国古人也有这个话说，啊，说害人之心不可有。说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现在那个防得太厉害了，啊，把所有的人都看成坏人，啊，那么这是社会造成的，啊，我第一次出国，啊，到美国，啊，才晓得。美国的海关看人是什么看法？看每一个人都不是好人，必须你要拿出证据出来，证明你是好人，你是糟不糟糕？我们中国自古以来，老祖宗教给我们的，看人每个人都是好人，没有一个是坏人。啊，坏人一定拿出他造坏事情的时候来证明他是个坏人。你跟现在相反了，这多可怜呐！啊，这个在中国古人说这是奇耻大辱啊！你怎么用这种心来看我？啊，那么现在整个社会都颠倒了，我们都明白了。啊，到外国去办个签证还要良民证，啊，让这个地方警察给你出，你没有犯过罪，啊，没有做过非法的事情，还有这种麻烦事情，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。知道这个时代众生苦啊，我们亲自受到的啊。首先，我们帮助自己离苦得乐
啊，然后我们帮助有缘众生。啊，凡事能信、能解、啊，能愿、能行的，这都是有缘众生。啊，那就要帮助他。啊，要成就他，跟成就自己没有两样。啊，是苦，拔一切众生苦，是顺菩提门。啊，一定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。今天苦难众生实际上是难度。啊，他的观念错误。啊，他心目当中世间没有好人，啊，所以帮助菩萨帮助他们也非常辛苦，啊，总得以智慧、以善巧方便，啊，要了解他们，第三。要清净心，要是爱好，啊，是欢喜，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。愿一切众生离苦，是上面这一句。愿一切众生得乐，这是后头这一句。啊，要帮助众生啊！现在社会，两种人迫切需要帮助，一个是儿童，一个是老人。啊，这个时代的老人非常可怜。我们自己要知道啊，自己现在虽然会年轻啊，会老啊。年轻不觉悟，老的时候怎么办？啊，在过去，儿女有养老的义务，有养老的责任。啊，不能不养老，养老报恩呐！啊，现在社会没有这个教育了，啊，中国现在也学外国了，不养老人了，啊，外国的年轻人。16岁算成年，啊！我在美国住了很久。美国的社会，小孩16岁就成年了，啊，16岁呀，就是说你父母可以不要管他了，他要离家出走，不要去找他，16岁成年了。啊，我在美国。我们佛门一个同修，中国人，小孩离家出走，他去报警。警察问他小孩多大？18岁。18岁你还管他？16岁就不管了，18岁也管他？这是外国社会，确实许许多多啊，儿女。离家出走以后，一辈子跟父母不再见面了。啊，如果一年过年时候，小孩给他寄一个贺年卡来，就喜欢的不得了。你看我的小孩没有忘记我。啊，美国老人可怜了，哪一个做父母的不爱儿女？可是儿女不懂得爱父母。
不懂得有养育之恩呢，不懂啊。中国古人讲啊，到你自己养儿女的时候，你才晓得父母对你的恩。可是外国人自己养儿女，他也不知道父母对他的养育之恩，也不知道。伦理道德因果全没有了，这是今天的社会，所以今天社会动乱的因我们知道，今天地球上种种灾难的因我们也知道，如何应对我们懂得，但是一般人他不相信他不接受科学家研究的是物理，他不懂心理。难得是极少数尖端的科学家，真正发现的物质现象是意念变现出来的，知道的人并不多不是人人都知道。意念是所有一切物质的基础，所以佛家境随心转就有道理了，有了科学家的依据，境界真是随心转，不是假的。那么我们帮助众生离苦，还得要帮助众生得乐。我刚才提出了一个是儿童，儿童好好的教他，他在将来是社会有用的人才。年轻人觉悟了，这社会有救啊！年轻人要是迷惑，那这社会就没救了。老人可怜养儿育女，儿女不孝。不照顾老人，甚至于连生活都不照顾。这样的人在今天的社会太多太多了。甚至于还有，这个也是相当多的人数，嫌弃父母，讨厌老人。这大不孝啊！这他们不懂啊！我们给他讲的，他完全不懂，他不能接受。所以老人老的时候，多半都进养老院。养老院我参观的很多，早年我在五六十岁的时候，
我对于养老育幼就有了认识，所以每到一个国家地区，我一定看这个地方老人福利事业，参观养老院。在早年，美国的老人院还不错，办得还不错。那个时候美国富强啊，听说现在不行了。各个地方的养老的这个事业，大概算是澳洲做的最好，也只是物质上照顾很周到，精神生活没有。老人在那干什么？每一天坐吃等死。同样在一个老人院，我想老人心情不好，为什么？不愿意说话。每一天就痴痴呆呆的在那里，真是中国人所谓坐吃等死。老人院呢，几乎每一两天都有人往生了，走了。常常看到这个现象，心里想着哪一天等到我，轮流到我了，你说心里头多悲哀，多难过。我们到老人院参观，给他聊聊天，打打招呼，他很开心。我也问过这个经营老人事业的，他们从事这个行业赚钱。把它当作一种生意买卖来做，不是人道啊！它是商业化了。有没有给老人娱乐的节目？他说有，一个星期，有个一次，或者一个月有个两次，找一些这个学校学生呢。到这里来唱歌跳舞来安慰老人，可是很多老人不愿意看，不愿意接触。什么原因呢？那些表演的老人不喜欢，不愿意看他们跳舞，不愿意听他们唱歌。这个中国人办的老人院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不但他不愿意看，我也不愿意看，他就呆了。为什么呢？老人生活在那个年代，你要把他那个年轻那个年代的歌舞你表演给他看，他就喜欢了。他说，这是我小时候听的，这个是我小时候唱的。那个不一样了，他们没想到你把50年前的老歌你拿来给他听，他一定喜欢，他要听到的时候，他非来听不可，你要用现在的这个热门音乐的时候，他这听得讨厌呢，不习惯呢。像吃东西一样的时候，你要合他的口味，他就欢喜。没有人想到。所以这个事业非常重要。我是向他们说，我说你们从事与老人、照顾老人这个事业，这是世界上第一
伟大神圣的事业。他们不知道，他问我，为什么你这样说法？我说，老人，如果他的日常生活不愉快，心里头有怨气，有怨恨，你知道吧？他将来死了以后堕三途。如果你能叫他晚年快快乐乐、欢欢喜喜，每一天有说有笑的，他将来死的时候升天，或又到人间来了，等于说，你把他从地狱送他到天堂，这是什么人的事业？是上帝的事业，这不是普通人事业。你能做这样的事业，帮助这些老人快快乐乐都能升天，你讲到这去，你讲到升天天神呐，你不是凡人呐，在佛家讲你是佛菩萨，这个行业了不起啊，这个行业太伟大了。帮助这些人不堕恶道，你自己的果报肯定是成佛升天。这个事业这一生难得了，你有这个缘遇到了，要好好干。这个事业太伟大了。没人懂得。怎样做得圆满呢？那真是中国古人讲孝子贤孙，最重要的。就是这个老人院的院长。他要带头才行。他带头能尽孝道，那底下全都是尽孝道。他不带头叫别人做，做不到的，不收不到效果，一定要自己带头。一个机构领导人是关键，成功失败在他一个人。像一家，家长是关键人。一个公司，老板是关键人。一个地区领导是关键人。我们中国人称古人常说，一个人有福啊，天下人就得福了。那一个人是，一个人是领导人。所以拔苦于乐，这是大慈大悲也。这是菩提心。菩提心的他受用啊。这是。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，以摄取众生生彼国故。那这是经中所说的。你要帮助这个众生生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菩提是毕竟常乐处，永远常乐，永远不受苦。只有极乐世界。这是净宗所说的菩提心呐。若不令众生得毕竟常乐者，则为菩提门。
你要没有这种心，叫这个众生呢得究竟乐，得永恒的真乐。 你就违背你的菩提心，此毕竟乐亦何而得呢？要以大意门，这个不是容易事啊！毕竟常乐怎么能得到啊？在这个世间。 没有啊，这个世间，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头常常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苦，三种苦，苦、坏、苦、行苦，三界痛苦啊，没有乐啊，那真正的乐在哪里？ 真正乐在极乐世界，真正乐一定去找阿弥陀佛。所以这里给我们提出来，毕竟之路。以何而得呢？要以大意门，大意门者，未必。 安乐佛国事业，中国人讲义，义这个字的意思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这叫义，这不是普通的义，大义，情理法通通去除。 那就是劝导众生修净土，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，这是大意。首先让众生认识极乐世界，了解极乐世界。 他会生欢喜，他真信了，想去，你就把方法告诉他。最基础的东西，经不能不读，要怎么读法呢？专读一部经。 不要搞杂了，不要搞多了，杂多什么？你的心散啊，就是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天天去读它。一遍念完，念二遍，二遍念完，念三遍，古人讲：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果然念上1000遍的，你的信心。 决定是不会变更了，你会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你不会有第二个念头。这种坚决的意念，你才发现阿弥陀佛就知道了。果报。 决定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：“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”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你能够见到极乐世界，你还能不信吗？东晋时代，慧远大师。
啊，我们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，啊，我们在他老人家传记里面看到，他一生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他都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啊，往生的那一天，他又见到了，他才告诉大家，他说他要走了。啊，说出过去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啊，现在极乐世界又显现了，啊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啊，莲社里面还有很多在他之前往生的，有好多个人都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他。啊，同学们问他，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？他跟大家说，跟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完全相同。这哪里是假的了的呢？啊，慧远大师往生了。跟我们作证呢，这是真往生，不是假往生啊！啊，前面三次临终最后一次都算是现前见佛，往生之后那是当来见佛啊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故令一心专志，愿生彼国，于是早会无上菩提。这个会就是得到啊，早一天成就啊，早一天得到啊，啊，得到不是普通菩提，无上菩提，无上菩提是成佛。如来果地上的菩提，那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心专念啊，这个地方讲的是一心专志啊。啊，就是本经讲的一向专念啊，只有一个愿望，其他的愿望统统没有。我愿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住在一个地方。过简单朴实的生活，万缘放下，哪儿都不去了。啊，这样的心态，我们要问，他怕不怕灾难呢？现在有人告诉他灾难来了，他一点都不害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心目当中就求往生，灾难来了正好往生，欢欢喜喜。对于灾难先前，不惊不怖，没有恐怖，没有惊慌，自自然然的。啊，他为什么不惊不怖呢？他心里头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加持他。阿弥陀佛真的保佑他。
如果有这个共业，他往生了；没有这个共业，他还留下来。留下来干什么？留下来帮助苦难众生。他是菩萨了。他要救苦救难了。以上所论，唯菩提心门与随顺菩提门，正邪法心为顺之意。上面所说的三种。违背了菩提门，三种呢是随顺菩提门。为我们说明，法心有违顺。凡以发菩提心修习精业者，应常体究啊，体是体会。就是参究，要常常检点反省，我有没有违背菩提心？我是不是随顺菩提心？后面讲的。切莫自为菩提门呐，为师本愿呐，那你就错了。你自障往生，你自己障碍你自己往生。修了这一辈子，最后还是考六道轮回。这个话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为什么重要？我们就在现前，你看看。许许多多修净土的同学，为什么最后不能往生？完全明白了。他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违背了菩提心，这是他不能往生的原因。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我们不知道自己要是犯了，将来不能往生。怪不得别人啊，这个怪自己啊。别人障碍不了，一念佛求往生，任何人都障碍不了。妖魔鬼怪障碍不了。冤亲债主也障碍不了，谁障碍呢？自己障碍自己，这是真的。妖魔鬼怪、冤亲债主在挑拨你，让你自己障碍自己。你自己不障碍自己，他对你一点办法都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菩提心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下面是修行的方法。一向专念阿弥陀佛。无量寿经上教导我们的方法，就这两句。一向专念，一个方向。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，西方极乐世界；一个目标，清净阿弥陀佛。我们就成功了。
你看，发了菩提心，能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决定得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做佛，功德就圆满了。这个世界要放下，一丝毫的贪婪都没有，必须要做到。弥陀要解云，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解，至圆顿，莫若念佛，求生净土。欧耶大师说的一切方便是什么呢？就是大乘佛法，八万四千法门。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你要想求最直接的。就是什么呢？现在人讲不走弯路啊，直截了当啊，也就是最快速的。至圆顿的不但快速，直接快速，而且圆满。顿超圆顿法门呢，是大乘教里头的第一法门呢。这是什么方法呢？无过于念佛，求生净土，最快的方法。一生当中能成就，而且真干的人，弥陀经上讲的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到若七日，就成功啊，不是假的呀。我们在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里面看到这个例子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看到这个例子。我在美国马里兰州距离华府不远看到周广大先生开个面包店，什么宗教都不相信，他没有宗教信仰，得了癌症，医院医生宣告他没有办法拯救了，无法治疗了，让他家人带他回家。这个时候家人才想到求佛求神求仙希望有奇迹出现。找到我们。我们的时候刚刚在马里兰州成立一个佛教会。叫华福佛教会。刚刚成立，他们请我做会长，来找我们说明这个状况，都是中国人嘛，我们这里就有两三个同修，很热心的去拜访他，一看呢，确实没法子救了，所以就直截了当劝他。念佛求生极乐世界。
把极乐世界的好处讲给他听。哎，他一听就欢喜，这就善根了。他一听就接受，你看，没有宗教信仰。啊，财运到的时候，他就相信，告诉他的家人，啊，不要求医，不要求我的病好，你们大家通通念佛，啊，帮助我往生极乐世界。念了三天，他往生了，真往生了，瑞相非常稀有。啊，在经上讲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啊，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，啊，一介绍他就喜欢，就相信，就发愿，啊，三天，日夜佛号不断，啊，我们十几个同学轮流帮他诵念。啊，我们对《弥陀经》上讲的话相信了，我们看到了。啊，由于一切念佛法门中，求其至简易、简单、容易。啊，最简单、最容易，至稳当，是最稳、最当的。我若幸愿专持名号，念阿弥陀佛名号啊。又云：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，一名招得庆无不尽啊。这个一句意思就深。啊，虽然深，我相信我们的同学能体会，能接受。为什么？我们听了学习这么多年了，啊，我们肯定一点都不怀疑，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，确确实实是万德洪名。啊，这一句名号展开，那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经教，一句名号全包了。啊，这一句名号也就圆满含摄了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。啊，你念这一句佛号，你把整个佛法通通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啊。念一句阿弥陀佛，把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也通通念到了，啊，都包括在其中。啊，大小年本都讲到啊，十方诸佛赞叹弥陀啊，十方诸佛称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。佛中之王，十方如来没有一个不劝导众生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还得了吗？
啊，真念这句阿弥陀佛，无比的殊胜呐！啊，真真不可思议呀！啊，一念照得，用这句名号。啊，照到的德，这个德有修德，有信德。信德修德通通照啊！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就圆满了。啊，故即至持名号啊为真心。啊，修行一定要知道，我就是用念佛。就这一句佛号，不必更是观想参究啊，不要再用啊，这个念佛有四种啊，观想念佛、观相念佛啊、实相念佛都不必要，就持名啊，持名念到相应的四种念佛全得到了。参就是禅宗，啊，教下全都不要了，啊，你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你看，智简易，最简单最容易，智直接，直截了当修成佛的大道，它不是菩萨道啊，不是声闻道啊，不是圆觉道啊，更不是天道啊。它是成佛的大道啊！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究竟圆满的大道这能不修吗？这能不认真干吗？啊，我学了60年，我相信了。啊，越学越相信，越学越没有怀疑，啊，越学越肯定。啊，甚至于我在早年。就非常想学莲池大师，莲池大师也是广学多闻呐、啊，到晚年通通放下，就是一部《弥陀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我也是想通通放下。一生就学一部，那个时候，老师还没有把这部经传给我。啊，传给我的是《弥陀经要解》，我就想一生学要解，讲要解。啊！以后老师这部经给我了，我看到无量的欢喜啊！华严经不讲了，讲了一半不讲了。啊，我就专讲无量寿经，讲了10遍。我本来想一生永远讲下去，就讲这一部经。啊，遇到3个人，第一个是开心法师，啊，台湾、台南的，都往生了。啊，每一次看到我，都劝我讲华严经，非常恳切，告诉我，你要不讲华严，恐怕后来没有人讲。啊，我很感激他，没动心。啊，第二次是在
在北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，老居士劝我讲华严，意思相同，我也没动心，最后韩馆长往生，往生前两天。也非常恳切求我，一定把《华严经》讲一遍，留一套录像带给后人做参考。我答应他了，我希望他的病赶快好。没想到两天之后他走了。三位大德齐请呐，所以住在新加坡了几年，我跟林默元居士就谈到这些话，林默元居士非常高兴，代表三个大德真的齐请，还造了两个塔。华严塔，作为开讲华严经的纪念。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大概讲到1/4，还有1/3。估计。像我这样讲法的时候，要讲20000个小时。真是大经啊。去年清明，我们看到灾难。越来越多，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就很坚决把《华严经》暂停，讲这部大经。为什么救难呢？这个大经呢，至简易，至直接，至圆通圆顿呐。信愿持名。决定能救自己，决定能救社会、救地球。那么估计这部经1200个小时可以圆满。我们现在差不多到800个小时。那这一部经讲圆满了，阿弥陀佛还不来接我，那我们就再讲华严吧。再讲华严，我就想了，不像从前那个讲法了，我们讲精彩片段，华严经的最重要的经文提出来讲，一般可以看得懂的就不要讲了，讲精彩片段。这样可以把时间缩短。又云中超云，金经所示。这个金经是佛说阿弥陀经。粗行凡夫，但是有口能称。你有口能念呢，能念，这个称是称，就是说念出来，由心能念，这是心里头有佛，口里头有名有佛名，皆可修之这是说容易粗发心的凡夫。
像我们遇到的周广大先生，那真叫粗心反复。啊，临终前三天才听到，啊，也就是临终前三天才接触宗教，啊，遇到了佛教，啊，遇到我们净宗，啊，跟他讲念佛，他就能接受，他就能相信，啊，皆可修之啊。故知此经所示啊，乃至简至易，最简单、最容易的法门。啊，又这持名号啊，不问闲忙，不拘动静，行住坐卧皆可修之。这是叫什么？修行的方便。它太方便了，不管你日常工作是闲还是忙，啊，不拘动静，你坐着念心，你走着念也行，你散步也行，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只要不用思，不是思考问题。你全可以念了啊，除了睡眠，除了思考问题啊，佛号停下来，其他的通通可以念对，行住坐卧都可以念啊，躺在床上念的时候不要出声，心里头默念一样的啊，因为躺在床上出声伤气啊，对你的健康有妨碍啊，躺在床上可以默念就好，你看多方便啊，故知此经所示啊，弥陀经里面给我们开始的乃至解解释快呀，没有比这个法门成就更快的了。至尽尽是接近啊，凡夫成佛最近的一条道路，你能很快就成就啊。啊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。啊，最快捷。啊，最接近的方法门路啊，成佛的方法。成佛的门路啊。有称名一法啊，这就是称阿弥陀佛名号修行的这个方法不择闲愚，不拣男女，若贫若富，若贵若贱，皆可修之。啊，他没有选择，他是平等法。啊，你是圣贤行，你是愚痴也行，男子也行，女人也行。啊，贫穷也能修，富贵也能修。啊，贵是有地位，贱是没有地位。
啊，不论贫富贵贱，通通可以修啊。这样的法门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84000法门，要用这些条件的话，许多法门都淘汰掉。唯独持名念佛，统统具足了。故知此经所示，这个此经就是《弥陀经》讲的小本。当然，小本如是，大本不例外。啊，大本小本是一部经。一个说的简单，一个说的详细。啊，那么对知识分子、对现代人是要讲的详细一点，不详细他不了解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《弥陀经》可以借引，善根福德因缘深厚的，那善根福德差一点的《无量寿经》好。啊，他听无量寿经说，他会相信。乃涉及至广之法门，摄受众生呐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法门的当机者，啊，符合这个法门的条件的人。太多太多了，啊，可以说是找不到一个人不适合修这个法门的人，找不到，人人都可以修，人人都可以往生，人人都可以一生成佛，这还得了吗？不得了啊！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这也是我们不能不认真学习的。啊，84000法门，其他的法门没有把握成就。啊，唯独这个法门，真是善导大师所说的。万修万人去啊！啊，我们要相信这句话了。啊，只要你不违背菩提心，啊，你能随顺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你就决定成就了。那么在一切经里头，一切法门里面，要说到涉及真正做到至广至大，那只有这部经。除这部经之外，你就找不到第二部了。啊，现在时间到了。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。